这是一刻撼动人类世界和平的时刻，在娑婆世界，在南瞻部洲，在台湾之光台东太麻里永明佛寺，在太平洋南太平洋启动新的佛果世界和平降临人间。第一个时间点，2022年1/11，8月13号，起航9:09。第二个时间点在12点整，佛降临人间，世界和平。